同学们，开心吗？要回家了。开心。为什么？因为想想，就是很快过咯。嗯，这个台湾去学了什么？花钱。台湾去吧。花钱一流。买了很多东西哦。OK，Alice， 我们现在要回啊，你有什么感想？现在感想没有的，在吹，没有在自然吹些冷风。自然吹那些冷风 ，OK。Hello， 先。Hello。我们现在要回马来西亚，你有什么感想？好像时间很快就回这样子。那你最想念的人会是谁？邓紫棱。哎，就是我啦。邓紫棱。就是你这个台湾去学到最多是什么？学到最多啊，唱歌跳舞什么咯？废话。废话。Hello。哎 ，Goretolita。Goretolita。谁？请问你这个台湾去学了什么？学了多了。所以这个去你收获最多是什么？最多。搞笑哎，杰瑞。什么老师？哈，记得邓紫棱的爱。哦，那是谁？就是我来，就是我。请问你会想念谁？哎，这样。哈，你给我摸着你的良心讲啊。摸着。来讲。在哪儿 ？OK， 讲。邓紫棱小姐，就是邓紫棋的妹妹。好，请。嗨，说说刚刚的见妹妹。Hello。请问不用看她啦，不用看她。Trip， 你学到最多是什么？我学到紫棱姐姐最胖啦。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one last chance。可以啦。纠正你的 sentence。紫棱姐姐超好的。然后呢？我化妆。你不用跟我讲这些话。哦，所以你来到阿尔法就是学了这个吗？Hello， Jacqueline。嗯，请问你这个台湾去你学了什么？学了什么？嗯，刁难人。你的收获最大是什么？收获最大就是终于可以看到邓紫棱天天都去上课。有你们呢，不要一直讲这种话，老师要录在video，这样子有没有紧 ？OK。但是我觉得你收获最大是，你越来越有自信了。耶、yeah, ，你是胖胖的、啊。耶、yeah, ，开心啦！有没有不舍得这次的去？啊？有没有不舍得？有啊。不舍得你咯。哦，这是谁？你还有没有话要讲？嗯、啊。没有没有话要讲。没有啦。OK， 现在是到我自己录自己。从这个台湾去，我学了怎样早起去上课，早睡早起。我们已经习惯了嘞。对啊，我习惯了跟我宝贝。他每一天都是要我教他行、哦、要他教我行，对。还有我，还有我，又是你。嗯。哎，志妹妹，你也要说话了吗？什么讲什么？我没有话讲啊。切。很安静啊。他是最吵的。哎。妈。OK， 所以我们现在要 check in 回马来西亚了。Okay。那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这一次两个星期为期14天的这个台北培训，耶、yeah ！大家都还是安然无恙啊，啊，完好无缺回家了。那我们现在要先在这里感谢我代表房东一校，感谢阿庆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第二届的这个练习生来到台北培训。那接下来阿瑞塔，你要谢谢谁呢？我要谢谢素怡，是台湾的一个朋友，是他带我们去吃好吃的。他也是练习生对吗？啊，对，是的一个练习生。他是台湾的阿尔法的练习生，对不对？嗯，好，来，接下来，我要感谢 Louis， 他带我。Louis 老师啊 ，Louis 老师，就是他很照顾我们，对不对？照顾我们，他帮我们带我们介绍那个 PVI。
来台湾的。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上课的课程全部都是卢易斯在安排。嗯、OK， 来，新客来。我要谢谢淑华老师，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要如何当一个艺人要有什么态度。所以你是在拍马屁吗？不是，我是说淑华老师。淑华老师他是有权利决定要不要签你啦。不要讲。哎、欸，苏、okay, 浩老师你好啊！好，好，我要谢谢 Alan 老师，来，掌声鼓励。如果没有他，也没有我们的平安，哎、欸，可以跟我讲完啦。哎、欸，也真是，要谢谢老师带我们照顾我们在这个两个星期里面啊。哎、欸，我们买了衣服，虽然今天没有穿，希望他喜欢。我喜欢，谢谢。来，接下来 Alice。我要感谢 Jessica。Jessica 是谁？那个。可爱的，跟那个旁边那个是什么？对对，那个是高白气球啊，高白气球那个。哎，好像是马来西亚人吧？跟你是有点像的。啊，你要跟他讲什么？你要跟他讲同一个星座哎，怎么不像？快快快，看镜头！加油！来，你要跟他。老师看，我要谢谢你哦。我爱你。啊，我爱你，三黑。Yeah， 那接下来。我要谢谢菲菲。然后一天开始就很照顾我们，还有昨晚，昨晚又陪我们一起玩，说，对，一直忍受我们的照顾我们，真好。OK， 来，接下来见。我要谢谢 Kaden， 因为他昨晚陪我们喝酒。喝茶。谢谢我们喝茶。谢谢我们的 Alan 老师。啊，又来。因为他照顾我们师爷，然后我们还有安南一样的回去马来西亚。所以我这个不完成的，最后我们海棠学姐加油哦！希望你在台湾可以大红大紫。耶！来帮帮我一下我们。你好，我等我回来。好，最后我们。谢谢全部老师，对不对？啊！谢谢所有啊、上课的口罩，口罩上课的全部老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然后最后老师有什么感想？未来的娱乐圈就靠我们这一班。好，就靠。等着瞧。哇！好，我们现在要 boarding 啊。boarding。没有，我们要跟正式跟台湾讲拜拜了哦。拜拜，我们再见。哇 ，OK， good， 太棒了。你看我们的同胞被卡在关卡那边过不了了。就那个郑朝明先生，你有啥感想啊？他是带着啥违禁品啊？危险。危险人物，哎，这个意外的过关了、啊，他全身上下都是假的。哎 ，Hello， 是真的，居然过不到。呀，我们就踏上这个回程。好美，其实我每次回就是要出境的时候哦，要回马，就最喜欢这一个走道，因为真的漂亮吗？漂亮，那个灯光跟没有喜欢这种很文艺。气质的东西，就像我是那么气质。如果可以的话，以后我的家里要我要。真的。怎么像我这样气质？有吗？Maybe， maybe 化了妆过后 ，maybe。Maybe 啦。Yep。我素颜是最漂亮的。好，那刚才你又败家了。我没有。没吗？没有。然后你又不让，还来得及吗？他们我们在做这个出不去哎、欸、我觉得也是好事哦阻止你们犯罪哎都没有买到这些我要买这些不要再买了拜拜我没有买好我们到马来西亚喽所以我们正式回家了 ，ending 喽 ，ending， 拜拜，大家加油啊！我们现在要排着队要出海关，听讲外面等一下会有惊喜是吗 ？Oh God！ 好，我们的 surprise 要来了。
咪是来是来明星欢迎他回来是不是？不是啊，他考试成绩不错、啊哦、对对对对对，九科 A 我们都很开心，谢谢你们、啊、他平安回来了，他 extra 两个 A， 所以一个是一个 A，十一个哎，没有啦，九个啦，十二个啊！你们要跟我们讲九个啊，给来讲啊，好好好，OK， 所以可以回去跟弟弟妈咪，嗯 ，OK， 我们再见了哈，不会不会，拜拜拜拜，哇，他上来接九零了，哇可是你知道吗？九零在那边有。黑灯一吗？我懂。哎，黑灯是个女神呢 ，Hello。男神啊，也是可以的吗？爸爸妈妈全部都有上台吗？我们没有，不用紧。我没有，以后会有。